作為一間酒店助理餐飲總監，每日嘅工作係要接觸不同嘅客人。當我每日同客人關埋問候嘅時候，佢哋都會叫我阿 Sam 啊，不如一齊飲翻杯啊！可以寓工作於娛樂，好感恩可以同佢哋分享佢哋嘅喜怒哀樂。如果問我揀邊隻酒同朋友碰下杯，我會揀嘅一定係 Sake， 因為口感清爽易飲，既可以熱飲慢慢欣賞，又可以凍飲用細杯大口大口咁快飲。飲 Sake 嘅感覺就好似認識唔同嘅朋友，有點頭嘅，有傾心事嘅，又有真正分享下生活，談天說地各式各樣，令你有唔同嘅感覺。當然我知道翻工唔方便飲太多，所以我放假休息都會同我嘅家人、情人同朋友一齊暢飲翻杯 Sake。